你还说你住的是法国公园边上的花园别墅，看你住的是小黑屋吧？搬过来跟我们一块住啊？不行，三个人在一起是……你看坐堂会。别找了，这跟我们一块住吧？是吧？我们还好商量。是我们屋吧？我们的床大，我睡中间，相互睡里边，你睡外边，绝对掉不下去。你们俩为什么不写稿子去换钱？不能总靠朋友接济的。我们写了去哪儿发呀？找老头子，把他总裁办了。你已经把两部长篇稿子都给先生了。您是军衔上的。小红，哎，小红，特别冷吧？不冷不冷，我一直是很重视他创作才能的，但是他也少不了我的帮助啊。 我就说你，我一直都觉得你很有审美力的。你好，英灵。你好。我想过了，我要留下来打游击。啊，那我呢？那我呢？你知道我别无所求，我只想有个安静的环境写写东西。小红呢？他不来了，我没带你去。我靠，他怕歹。 是有些难的，看不出来，不知道。